主料：金枪鱼罐头80克，鹰嘴豆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熟鸡蛋一个，圣女果、苦菊、紫甘蓝、沙拉酱两大勺，糖、橄榄油一勺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把鹰嘴豆泡至2小时以上，煮熟。把金枪鱼罐头打开，滤掉汤汁，紫甘蓝和鸡蛋清切成丁，去一碗，加入蛋黄，用勺子碾碎，再加入盐、糖、橄榄油搅拌均匀，再加2大勺沙拉酱拌均，加入熟鹰嘴豆、蛋清、甘蓝、金枪鱼拌均，把洗净的苦菊码放在沙拉碗的底部，把拌均的金枪鱼、鹰嘴豆沙拉倒在苦菊上，再用圣女果装饰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鹰嘴豆要提前泡制，沙拉食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